大家好，我是小七，小六在那边钓鱼，我就准备煮点粥，白粥，等下给大家一起吃。我先生火线。烧开热水消毒一下，小六，粥快好喽！水开了没有啊？开了，很猛啊！洗点青菜，也要炒点青菜送粥。开饭了，开饭了吗？开饭了。感谢力哥给了这么好的地方，感谢力哥。小六小七四个五个过来这边搞野，照顾不周还请见谅啊。已经很好了，力哥，这个是五彩椒。啊，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非常好吃，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记得关注小六搞野，再见。